你在干嘛？不回我微信，我倒要看看你在干嘛。哦，我就知道你在线。喂，干嘛不说话？你怎么来了？因为我想你了呀。哦。哦，怎么感觉你不是很欢迎我呀？嗯，没有啊。可是我没有感受到你的热情。来，小龙虾们，让他感受到你们的热情。别走啊！你们猜的没错，刚才的就是梁晨。我刚刚没说什么吧？都很正常对吧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开了直播呀？你也没问我呀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你觉得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梁晨。啊，有生之年听到最喜欢的两个人调情了。听友们，梁晨说他想你，你怎么看？羡慕嫉妒，内容引起极度不适，举报了。你笑什么呀？我没笑啊。哦，那我去睡觉了。刚刚不是一来就说想我了，怎么听听声音就要睡了？我，你差不多行了，我不要面子啊。别打字了，我这边屏幕大家都看得见。这么多弹幕，肯定都和陆姐一个德行。下线吧，我陪你。谁要你陪了？不是说不用我陪吗？按错了不行啊。困了？我有点累了，我想先休息了。那你们慢慢玩，大家晚安。那你睡之前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嗯，知道了。晚上盖好被子，别总提。今晚可没人半夜起来给你盖被子。哦，知道了。算了，我觉得你还是会提被子。还是我来照顾你好了。各位再见，我下播了。啊。